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跟尊严，那以及我们渔民的权益，支持我们的政府合法正当的来去行使我们的执法权，这个是台湾民众党支持我们国家，支持我们的政府啊，保护我们目前自由民主以及我们渔民权益的基本立场。一个事件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应该要把它调查清楚，尽量不要出现所谓前后说法不一致的状况。那甚至早就宣示了说，哎，我们所有的海巡应该都要有密录器，好，结果后来才发现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事情，可能我们在厘清事情真相的过程当中，都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啊，这个一定需要检讨改进。希望民进党政府哦能够跟对岸针对这些相关的事宜，确保我们国家主权跟尊严的前提下面，能够有一些善意的往来跟沟通。我相信这个绝对对台湾、对两岸、对亚太的和平都是有帮助的。